续来看这个中国渔船冰船死两个渔民的案件，继续来探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邀请到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来做专案报告。也毋过，这个关碧玲对会议的名称“金门浪船案”的这个浪船有意见，所以那日的党团拢发动到甲级动员令来应应。啊，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高金素梅早起伫面册来压讲。关碧玲私底下传简讯予伊，讲到讲海巡署有真侪原住民当人升官调动的问题，高金素梅是来炮轰讲，敢讲是咧交换条件。啊，关碧玲是甲回击讲，这个逻辑未通。啊，那今仔日会议一开始，那日就伫咧现场来烧正抢这个定数的发言权，对立将近30分钟，现场是一片的混乱。好，小会委员，等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大家安静。还未开会，立院的内政委员会主席台前乱吵吵，高金素梅摆案，找海委会主委关碧玲、陆委会主委邱泰山，针对中国的船只意外专案报告，那列是拢动员台前快做会。这边还有位置，要关你起来，都装东西啊，关也蛮爱自丢的，关也起来。学生不要来这边拉低赛，你不要跟我讲台湾话，我跟你讲哦。还未结算进行专案报告的名号，那列。拢有去，高金素梅伫咧会前，搁伫咧面册也了讲，关碧玲私底下传信是道歉，讲家己失礼，爱下级来处理。不过话搁讲转来，强调海巡署原住民当人伫咧新冠方面的代志，和高金素梅的火气搁较大，直接把信息印出来，现场奉上。行政官员应该循着行政程序来做最好的沟通跟协商，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些回应。我有失礼的地方，但是我不能够让海巡失立场，是逻辑不同。因为已经接受了，何必再交换呢？我想不要把它做二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一定会这样做，高金委员也一定会支持。就算高金素梅已经定调海委会主委的关碧玲就金门浪船案来做专题报告，不过调查嘛是继续咧争论，甚至就安尼立了半点钟，那也阁背甲要求道歉。草根会想的战船事件，恁家己调查。我希望你当场甲这议员甲阮走来回信咧。我所有都公开了，我愿意受辞。不过解释搁较侪，那也嘛是同款听袂入耳。调查拢无要烧牛，金门的浪船案正会就继续烧。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